發財，財財，講嘢發財，講嘢發財，講嘢發財，新年快樂，講嘢發財，財，講嘢發，講事，講嘢發財，新年快樂。你好啊，炒米粉好吃噶。这个一个人过一周的这个 vlog， 其实我已经想要拍很久了，只是一直都没有机会。然后这次趁着追回家过年的时候，我终于可以拍这个影片了，我超开心的。虽然平常生活有人陪真的很开心，可是偶尔也会觉得啊、自己一个人时间好快乐。果然人还是需要 me time alone time 的。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独自一个人在海外生活排解寂寞感的一些小 撇步 吧。虽然我现在严格来说不算是一个人生活，是我当初在 Baltimore 念书那段时间长达两年的时间都是与自己相处度过的，然后当时的朋友也不多，家人啊什么都不在身边，其实说真的很多时间都是非常非常寂寞的。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自己当时好厉害，有怎么可以度过那一段漫长又无聊又寂寞的时光的。第一个方法我以前是非常非常常用的，就是就算你整天在家念书啊读论文，但是你每天还是要找时间出去走走，因为走到外面的感觉真的跟你待在家里关在小房间里面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走出去会见到不一样的人啊，可以近距离的见到季节的变化啊，我觉得都是对人的身心灵都是很重要的。虽然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也比较少出门，还好现在我的家有很大片的窗户，每天都有很强烈的光照进来，所以我就感觉没有那么的不舒服。假如是平常生活在比较幽暗的空间的话，我会建议说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强迫自己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最好每天都去一次，当做运动也都很好这样子。接下来第二个建议呢是购买香氛产品，那例如说蜡烛或者是一些让你感到疗愈的香味的一些沐浴乳、沐浴油、洗发精，或者是任何的沐浴洗发产品、乳液什么的，每天借着在使用这些产品点蜡烛啊，或者是洗热水澡然后香香的，或者是如果你的浴缸的话泡澡当然也很好，沐浴剂这种产品都是还蛮适合让你的身心被疗愈的方法的吧。对，虽然可能会有点烧钱，可是在我爱上购买香氛产品之后，我就比较少再买衣服啊、化妆品啊，这些钱拿来投资在自己居家的起居的环境都很有疗愈的效果的，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想知道我推荐什么蜡烛的话，也欢迎去之前的那支蜡烛的影片看，我把链接贴在下面。接下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有人可以定时陪你讲话，比如说你的家人啊朋友啊，你可以定时，不一定要每天，可是你要定时的找人跟你说说话，视讯一下。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一整天待在家都没有跟别人讲话，我觉得那其实是对身心的状况还蛮不好的。我觉得有跟外界接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是像远距离的情人啊，也要花时间好好的讲话吧。我觉得有讲话真的是对独居的状态是很有改善的，比较不会感觉到那么寂寞。不然如果你一整天都没有跟外界接触都没有讲话的话，那样子真的是会还蛮难受的。要是你真的身边没有任何人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去下载交友软体啊，就算你没有真的要去 dating， 有人可以每天跟你互动的话，我觉得那对排解寂寞感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或者是像现在 Clubhouse 很红，你可以
借由 Clubhouse 去跟更多的人聊天，因为有人可以抒发心情，我觉得对身心的状况都是比较健康的吧。我还要建议说，假如你一个人在海外生活的话，你一定要找到属于你专属的杀时间的方式。比如说像我很喜欢做菜，然后我也很喜欢花，所以我一个人住的时候，我就会花很多的时间在做料理啊，或者是我会去超市买一束花，然后大约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把那些花插起来。或者是比如说我今天很闲，我就会计划今天要包饺子，就是这种都是杀时间很好很好的方法。或者是你喜欢看剧，这是最简单的方式啦，就是多看一点剧。我现在还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呢，就是写日记，我觉得也对自己的状态还蛮有帮助的。时间很快就过了，也很帮助当下的心情的放松。那以上就是几个我面对压力或者是寂寞感时的排解的方法，那你的是什么呢？欢迎留言告诉我。那就是这样子啦，谢谢大家看这支 vlog， 然后还有看我的这一段分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一个人在海外居住的话，那大家也可以一起加油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我的账号就是 Instagram 的那个账号 Weekend Cooker 帮助了我蛮多的，虽然我现实上在海外的朋友不多，可是我可以透过就是在 Instagram 上面交朋友，然后去更多的人接触，所以这个就也是跟外界联系的其中一个方法吧。开始自己的社交圈，无论是实体的交友或者是在网络上的交友，我都是还蛮推荐的。当然不要遇到坏人，就是自己要有判断力，说什么是坏人什么是好人。好啦，那以上就是我这次的分享了。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欢迎订阅我，喜欢这支影片帮我按个喜欢，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咯，拜拜。